But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d we're all recovering. And it's great to see that people who've been through so much can recover and can live healthy, productive lives and can do so much to help other people as well.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真爱公益站，我是主持人武杰。硅谷呢是全世界的科技龙头，在如此的高度紧张生活压力下面，我们的华人如何适应当前的这种压力呢？今天我们请到了 NAMI 的华人推广负责人陈巧文博士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你，巧文。武杰小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就是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啊，华人在湾区这么高度紧张的生活压力下，是不是在精神健康方面需要寻求一些疏解和帮助？对的，我最近在过去两三年来，我在推广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来跟我咨询，主要还是因为来自于工作上的压力或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现在在湾区三四十岁的工程师或是已经在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一些青年人，就是比如三四十岁，他们刚买房子也刚有小孩，事实上这压力不止来自于工作，还来自于家庭经济还有小孩子的一个变化，所以呢他们承受蛮大的压力，承受蛮多的。对，其实还有比如父母已经年迈，对，可能还有来自于就是要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压力。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把父母亲接过来怎么样，三代同堂的问题，还有夫妻的关系，实际上因为在一个压力之下，常常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耐性，在沟通上面常常失去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很好的有一个 quality 的一个 time 大家能够沟通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看到的，就是没有沟通造成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挫折，然后造成一些压力。那怎么样发现自己有这种压力，或者说尽早的发现这种压力呢？有哪些 sign 大家可以就是说 take action？ 很容易的就是可以知道说，平常你本来是脾气很好的，突然脾气很暴躁，情绪起伏很大，或是没有耐性，那常常把压力带回家之后，会对自己的亲人，譬如说妻子或先生或者孩子发脾气。那有时候如果是在很多人在无法在疏解这个压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喝酒，然后上网，那还会吸毒来做这疏解。那这些东西都是已经造了一个 sign， 就是说已经开始 shift 到不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的，很多时候你可以知道说你已经不想上班了，或是小孩子不想上学或是家庭主妇不想做饭或不想做家事，已经开始不想做什么的时候，这就是一个 sign。Okay， 所以就是情绪已经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对，那么如果有了这种灰色地带的感觉，或者是精神处于亚健康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可以让他们得到帮助呢？其实坊间或是网络上你可以找到一些自我评估的一些评估表那如果你有一些这个 awareness of the mental illness 的话，或是譬如你已经感觉上你有些压力你不能承受的时候，事实上你可以找一些好朋友跟他们谈，或者找一个专家像一些精神咨询师，或是一些能够帮助你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然后让你知道说你的症结在哪里造成这个压力，这些都非常非常有帮助。可是当你谈到就是说与朋友分享，我觉得华人尤其是华人的工程师在职场上面，他们可能非常的能干，但是如果说疏解心理压力，他们可能有些不好启齿或者不想跟人分享，那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挑战？当然有很多的工程师回到家之后就在房间里面上网他在网上能够得到一些疏解那这也造成夫妻之间不能沟通，这个时候太太要有一个关怀的心来帮助先生，而不是说在指责他回家之后像还这么懒惰不做帮忙做家事。事实上先生如果真的是对太太或是孩子发脾气，事实上有原因的他是唯一能够疏解方式可能是就这样子，所以呢太太一定要 understand 还先生为什么有这个挫折感或是一些情绪的改变，一定有他的原因，要做一个关怀，一个同理性的一个帮助，而不是用指责的方式。
这样说倒是我很同意哈。那么像你现在在纳米，那么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纳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然后可以给大家提供一样什么样的一个帮助的资源？OK，事实上，NAMI 是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是全国精神疾病联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非营业组织，专门负责精神心理疾病的一些推广、教育，还有一些互助，最重要是还有一些研究。那在湾区，事实上，在美国，事实上尤其是在加州，在2004年，我们成立一个精神健康服务法案，就是 Mental Health Service Act。那因为法案通过之后，我们政府就对这个精神心理疾病非常的重视，就拨了很多的款项给政府，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非营业组织，能够做一些教育推广的一些工作。所以呢，NAMI 是其中一个组织，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那这个机构是在全国有22万会员，那在全国有1000多个分会。那我是属这么于多。加州的 Santa Clara County 的 NAMI 的一个 volunteer，事实上我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教师，专门负责教授有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个课程。那这个组织呢，NAMI 这个组织事实上它主要是由家人跟病患所组成的一个 volunteer 的一个 organization。那我们主要是做宣导、教育、互助，还有就是做研究。那这部分在我们的湾区，尤其是在各个 county、Alameda County 或 Santa Clara County，我们都有成立一个华人互助一个团体。那我们也好几个同工和一个团队，能够到各个地方去教课、宣导，还有做一些互助的一个帮助。所以事实上，很多的资源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原因是因为华人对精神疾病本身就不是了解，当他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有个 stigma，就是觉得很羞耻。尤其是你今天有忧郁症，你有一些强迫症，或是说精神分裂症的时候，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那如果家人知道有这个症状，或是没有及时去就医，或是得到一些专业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把家人放在家里面，然后也不寻求帮助。那我想请问一下，既然我们了解会有这种心理障碍，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没有这种心理障碍，打破它，然后去寻求真正所需要的帮助？你有什么建议？在过去几年来的推广，我发现教育非常重要，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对。那因为你了解一个精神疾病是一个脑袋的一个疾病，啊，就像你糖尿病、心脏病是一个疾病，而不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疾病。今天我们会谈到癌症病人，我们会谈到心脏移植或肾脏移植的病人，但是很少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上来说你是一个精神疾病的病人。对。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精神分裂症。而且在工作上面，一般人都不愿意说，因为这是一个羞耻的一个 label。但是呢，经过教育之后，我们 understand 这精神疾病实际上脑袋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不平衡所造成的。譬如忧郁症是 serotonin 血清素太少，那精神分裂症的话呢，就是各种神经传导物质太多，造成脑袋的活性太活跃，造成有一些幻想或幻听的现象，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那当然，在治疗方面，我们就根据这个 theory 跟它的 mechanism，我们给它一些治疗，这是对症下药。事实上，一旦吃了药有帮助的情况之下，他的病人会慢慢的好转，他的一些症状就会慢慢消失。但是在诊断和治疗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不像说的这么简单，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需要患者或者是家人很积极的配合，对。然后在这种过程中，可能也需要家人的很多的理解。对，一般我们发现说，很多家人一开始是很 shock，一个 deny stage，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连病人自己都不承认自己生病。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真正能够得到正确的一个专业的一些帮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去宣导，我们常常提供很多的服务。今天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先生有些这些症状，巧文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就跟他说，也许我听了这些症状之后，因为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知道说这些症状很可能是属于哪个疾病。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转介给一些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然后他们得到更好的帮助。那如果今天这个人他不能说英文的话，我们就会转介给讲中文的一些医生，让他们得到更多的一些
正确的一些帮助跟治疗，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其实他们除了做在网上可以找到这种公共的资源，自我诊断之外，其实也可以 reach out 给你们打电话，然后寻求你们的这种专业上的帮助，你们可以帮他们介绍专业的医生，是这样吗？对，没有错。事实上在 NAMI 的网站都有我们的联络电话号码，然后在Live Life Foundation 就是生命和基金会的网站上面也有我们所有的资料，所以欢迎大家能够跟我联络，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跟我联络。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哈。对对对，然后刚才说到不同的年龄层次哈，比如说中年人，或者是不同的 gender， 比如说妇女，还有老年人啊，青年人，对于这种不同的年龄和 life stage， 是不是你们会有不同的这种方式去处理？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征兆也不太相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对，事实上我们在我们所谓的 diagnosis 里面，精神疾病包括重症忧郁症，然后躁郁症、强迫症，还有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各个年龄层都可能发生这些病症，也不分你是不是教育程度有多高多低，你的经济能力有多好，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一些精神疾病。就像我们知道的画家梵谷，是他是躁郁症的病人。那很多的总统，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总统是他没有得过忧郁症。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会得到这些病症，并不是你比较有钱就比较不会。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各个年龄层也是一样的，今天以老年人来讲的话，尤其是我最近接触很多的华人这些华人的老人家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从国内移民过来，因为孩子帮他办绿卡，可是他们所经历的一些过程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些冲击，来到这边之后没有语言的一些帮助，他们事实上在家里也没有一些社交一个管道，那孩子去上班上学，孙子孙女去上学上班，然后孩子去上学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事实上蛮孤单的。对。那还有就来自于国内，有时候还有个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那我事实上我陪伴过一个先生，他就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觉得怀才不遇，很抑郁。到了美国之后，因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没有很好管道，是。后来有一天，事实上他是拿了绳子要到公园去自杀。后来被人家发现之后，他的太太才带他去看医生。这个时候他在医院里面发现我们有这个华人的一些互助团体的一些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那后来我陪他去看了医生，因为要讲中文，我就陪他去。那医生在他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家去看看医生的时候，他会怀疑是不是老人失忆症造成的忧郁症，还是真正的忧郁症，所以医生会判别是哪一种原因造成这个忧郁症。那后来他是被诊断是焦虑跟忧郁症，那这是属于老人家。那一般的妇女来讲的话，我知道五十几岁开始就有一个更年期，对，那这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是空巢期。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父母亲可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那有时候你会面临一个丧父亲或是母亲的一个痛。那最重要是现在很多的妇女她在美国带小孩，那先生到国内或是到其他国家工作的时候又还有那个外遇的危机，所以呢，事实上我在照顾一个病人，事实上他就是因为他的先生在他孩子十六岁的时候有外遇，抛弃孩子也抛弃妻子，就到大陆去了，他得了八年的忧郁症。所以说这个因素都是因为很多的来自于很多的家庭的问题，或是在身体上的问题，或是其他外在的因素，都会造成这些病症的发生。那至于青少年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青少年，我们下一代事实上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事实上在美国长大，可是来自于我们父母亲是华人对他们的要求，他们的 peer pressure 蛮多的，来自于父母亲的压力蛮多的。就像最近我在照顾一个，我在辅导一个高中生，他告诉我说他去年有两个礼拜竟然不上学了，他妈妈非常非常担心他。后来我跟他谈了之后，他说其实乔文阿姨你知不知道，我去上学，我去上中文学校，完全是为了我的父母亲。那我就问他说，那什么是为你自己呢？他说我参加 choir 是为了我自己，因为他从当中他可以发现他的兴趣。所以我相信在湾区很多的青少年，很多的高中生，他们所面临的压力
事实上是蛮多的，不低于一般的工程师。哇，所以听起来哈，你给这些有精神健康方面有这些隐患的人提供了很多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所以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动力是什么？其实原动力来自于说，我刚开始三年前接触 NAMI 是因为我们的教会一个姐妹，她也是在2010年时候一个经济大恐慌，股票大跌的情况之下，这个经济的压力造成她有躁郁症。那个时候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疾病。好，即使我是一个学药学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疾病，所以我就参加了 NAMI 的课程，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课程学了之后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就被训练成为一个老师，还做一个推广，最后成立的互助团体。那当我在每次在过程当中，我发现被帮助的人在及时被得到帮助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很大的一个 rewarding， 因为他们实在是 hopeless， 而且是 powerless，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孩子或是他们亲人。这时候我们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的帮助，他们的得到的 benefit 非常非常的多。Stepping out of bed, it's easy to take for granted. You work, eat, play, sleep, and get out of bed the next morning. Seems simple. But if you're one of 25 million individ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ving with major depression, sleep isn't always so easy.Neither is navigating your daily life, free of guilt or hopelessness, or having the ability to enjoy time out with friends, make simple decisions, enjoy hobbies, or go to work. Major depression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out treatment,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symptoms tend to increase over time. However, there is hope. Major depression is treatable, and there is no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Today,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reatment options to choose from.The key is to get an evaluation and find a treatment plan that is right for you. Free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programs are available. You are not alone. We can help. 那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我相信你被你帮助的人也不少，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生命感动的故事？对，有一个 case 让我真的觉得很欣慰，就两年前，这个年轻人是非常非常 smart， 他上大一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就是会有幻想跟幻听，那非常非常聪明的小孩子，也非常，所以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对，因为他高中的时候，他有这个症，有一些忧郁症的现象，或是比较不跟人家有一些社交，但是家人不清楚。那后来上大学之后就比较严重。那我两年前看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母亲，他因为他发病了。他的父母亲就叫警察把他送到医院去，所以他对他父母亲非常非常不谅解，所以呢，他拒绝看任何人。那时候因为他在疗养院，所以我就以一个 NAMI 的一个义工的身份去看他。那慢慢的，我每个礼拜去看他两次，拿食物给他吃，跟他谈话，慢慢他就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互信关系，所以我就变成他的一个唯一的朋友。那很不幸的，去年3月份他又发病了。这时候他又送回到医院去，最后他又转到一个在 Napa 的一个疗养院。那我每个礼拜我都开车去 Napa 看他，因为我是他唯一的朋友。那在看他两个月之后呢，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巧文，你能不能到 Amazon 去帮我 order 一个 electric chair for death penalty？” 那时候我非常 shock， 我说：“你又没有犯任何罪，为什么你要有 death penalty？”因为他说我在这边完全没有 hope， 我不愿意死在这里。其实我常常去看他的时候，他常常就是在睡觉，起来吃饭，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自由度，也没办法到外面去。他的生活是非常苦乏味，而且没有任何的盼望的。可是，在当时的治疗过程中，他们不给他就是更多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寻导吗？原则上，这些重症的一些精神疾病的病患，他们所接受的药物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他们也没有这个 motivation 去接受任何治疗，任何的心理咨询，因为这些就是重症的。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能帮你什么忙？他说，你能不能帮我 fight for my freedom？ 哇，那我相信这个孩子非常非常聪明，他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方式，能够让他能够。
fight for her freedom， 她就去跟他们的负责人说，她到 trial 去 defend for herself。那后来，因为在美国很重视人权，所以即使病患，他们有他们的人权，所以他们就帮他找一个 public defender 来 defend for him。那我就是他的 witness。那后来，我们就去了好几次的 court。那需不需要也得到他们家人的支持？因为他指定要我当他 witness， 哇，这个情况之下，我就等于说我一定要 support 他，而且我也了解他的整个过程，因为我要 defend， 事实上他已经好多了，他也许不需要再住在那边了。但是呢，因为医生那么多的病人，医生不是每次看他嘛，可能一个月看他一次，但是我是每个礼拜去看他一次，我知道他的情况已经有好转了。那结果怎么样？当然是好消息来了。后来我们就去了四次 court。最后 judge 是让他 release， 他 discharge，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让我欣慰的事情，因为所有你花的心思，你所花的劳力，跟你说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现在非常非常好，他现在住在家里，我常常也去看他，他常常去游泳，他也在湖边走路，常常会唱歌，然后上网。当然，那最近他爸爸告诉我说，他们一起去看的电影叫 Son of God。上帝的儿子，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得到这个自由，他就有盼望。那在一个正常人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更能够造成他们要好，要 recover 的一个 motivation，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娜米，虽然在希望建议大家哈得到这种专业方面的治疗，可是同时我觉得就是这种心理辅导也非常的重要。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分享其他的几个案例？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孩子在高中要成绩好，然后要上大学，常常很多时候孩子在大学没办法适应就回来了。那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就我们怎么样陪伴母亲一步步走，最后看到孩子能够慢慢的能够得到一些治疗，得到一些康复，然后从一个失去盼望的到有希望。然后能够我们互相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协调，好，非常感谢乔文今天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 NAMI 的一系列的这种咨询服务，以及非常感动人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的真爱公益站，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